我是阿元。今天我不懂他们发生了什么状况啊，我是刚睡醒啊，然后我醒了的时候呢，就已经发生了一件事情。来，你给我过来，你不要给我笑，你过来。过来，来，我可以在那笑这种。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我也是，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想要拍影片，是关于现在很流行，就是24小时 challenge 嘛，就不要理对方。我就想到一个 challenge， 因为我们的阳台哦，就是哦，里面锁啊，外面就开不到，所以我就想到其中一个东西是12小时我要困他在外面，结果就上当了，他在外面，我直接锁起来。重点是你想把他骗出去外面。就是我把他在外面休闲的按电话嘛，我就趁机会跟他锁掉，所以他就现在在外面了，很休闲的时候。有可能。哎，叫一声波波喂，快吠两声喂，吠两声波波，喂，小心哦。喂喂喂！笑你差点烂到我的全都失败。要不要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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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完整。所以你刚才几点困他进去？刚才大概1点多2点这样。真的吗？你要困他到晚上？对，我本来是打算就是整整12个小时这样，可是我想一下就算了，就到晚上12点就好。你有进来吗？有进来，哎，帮我拿这，帮我拿这。舌吻，舌吻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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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这个就是目前在 YouTube 啊最多人开箱的一个鬼椒拉面是吗？金奖啊！很能吃辣的人啊，就算只是吃了第一口啦，他们就没有本事再吃第二口。我就不相信他真的有这样恐怖啦。虽然讲我是不能吃辣的人，但是阿旺是很能吃辣的人，所以今天我就打算要跟阿旺隔着一片玻璃试试这个最新的鬼椒辣面。你们觉得这个东西对你们来讲是一种考验吗？我觉得。没有挑战性，哼，多的啊，多的啊，啊！现在讲话很大声，不用紧，给他大声先，等一下我就跟他讲表演。他等一下是生是死我都不懂，真的这样。快点吠两声。给他有机会出来那一天啊，你一定死了，我跟你讲。12点晚上啊，这样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，晚上他出来，你就要还了的哦。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，没办法了。哎，你们看到吗？噔噔噔噔，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然后这一个是我们今天的配角。哎，可以做配角，可以上镜哎。OK 啦，所以我现在也要正式开始今天的主题。我现在就要去煮那个鬼椒辣面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喽。哎，你们有兴趣看吗？那个辣酱，看，看到吗？鬼椒辣面，我辣味，哇，哇，它面是黑色哦，哇，辣味，哇，它面是黑色哦，它面是这个颜色的嘞，它是好像那种日本的那种乌冬面这样，是吗？黑色的乌冬面。再讲它的。面是本身就辣了呗。哇，讲真的啦，我先闻看什么味道。我觉得我这样摸有点，不是麦吉面的味道。没有啊，跟一般麦吉面有一点不一样。有一点不一样。有一点不一样。好像很多油的那种。重点在这边呢，喂。油炸味。我带先啊。带先。其实我有点紧张啊。哎，这样的分量。你要吃多一点吗？不害不错。我跟你讲，有些人那吃第一口啦，他就已经吃不下剩下的。啊。我们来好奇一下，这个鬼椒100万度的辣
真的没？真的吗？意味深长的表情。怎样？快点。哎，好像还好吧哦。我觉得我不能吃草。我来哦，我来哦。他只是讲，我觉得我不能吃草就没有人。No comment 了。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后面来吧。那感觉应该是后面来。你太快了吧。comment 是到底comment到底到底到底他 no comment 啊，仔，我感觉我不能吃草就没有人了。我一个还是看着我，那我笑了。聊吃嘛，忘聊吃吧。等一下，他有机会了。OK， 这样子就你们讲啊。OK， 刚开始是还好，真的还好。来呀、哦！刚开始真的还好。来呀、哦啊！也来，这里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目前来讲，我还是还可以。第二口也还可以，可是第三口真的好像不能了。我可以喝水啊。请看 VCR。我觉得没有挑战性。我觉得。我可以吃了，我短了啦。我可以喝水了，我可以喝水。老老 OK， 我们今天进入今天的主题，今天的主题就是要隔这一片玻璃和敖旺一起试吃。来，正式开始。我们现在一样，我们要透过房间的窗口把这个拿给他。敖旺，认识你这样久，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要这样来沟通的，真的。好像探监这样。再给了我，很难吃，不是刚才，很难吃的。喂，快点，我跟你一起试吃这个，我们吃了。OK 了，我先吃啊，我先吃啊。哇，你要吃第二个？再吃多一个。快点，那位，是谁？你不是要 test 啊？我是想要 test。我姐姐，我们骗他钱，他吃了一半那一半，然后我再去开门给他，然后到最后我们不用开。啊！辣辣辣辣辣辣！哦！快点吃那个拉面，真的很辣。你听到我讲话吗？听到吗？一点点。我讲吃那个拉面，我要隔这一片玻璃跟你一起 test 这个拉面。不要。啊，不要我讲话。刚刚我跟你讲那个丢，敢丢下。敢丢。阿旺，我跟你丢，如果你能够把那个拉面吃一半，我们就放你进来。快点快点快点，一半，或者是如果你可以吃完，我们就放你进来。On。On the on the way。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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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旺是一个很能吃辣的人，所以我们就看他能不能把整个东西吃完。什么一朵？你这样子，他会信吗？这个笑诶，还真可以笑很开心哦。是啊，哎，我给他笑先，等一下吃，他吃第一口，等一下吃完就不能笑了。我跟你讲，好嘞，快点来哟！他不想要出来了，我觉得，好老味，好吃啊！快点哟！快点哟 ！Get it, motherfucker！ 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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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嗯 ，I'm doing。有没有？有吗？没有啊，刚开始不会有问题的，第二口先。啊！没有，没有感觉。来来来来来，哇哇哇哇哇！注意，
哇 ，legend legend， 跟以前的水人一样，他拉拉之前拉先吃完，不要给他水哦，我们没有给他水哦，你哎，他不想要了怎么办？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他又冒汗了，他脸色有点不一样了喂。他真的是一半没有，他真的是一半没有。有哦，你吃了多少？我看一下。一半呐、啊，怎样讲？哇，真的是吃了一半呢。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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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。完了，吃完了。哇哇，这个精神我喜欢。哇，他这个。他不要出来，他可以，他可以扩出去多少？哇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哈哈哈哈哈！还要喝水？不要紧，我们隔着窗户呀。辣吗？爽吗？爽吗？好吃吗？辣吗？而且那水还一瓶半，给他牛奶，给他牛奶，给他牛奶。牛奶呗。牛奶。我拿牛奶给你，我拿牛奶给你。什么？牛奶？哇！牛奶那位哦。不要逼他，给他小包金。拿给他，拿给他喂，拿给他，拿给他。他吐了，他吐了，他吐了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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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个还不是吐，还是口水，还是在拉到了口水不能控制。哇哇，这是能量功果！哇，你等他装的。哇，以奶洗脸。还OK吗？可以啊，他是很能吃辣的呢，这次真的是难倒。Yeah. 我跟你们讲，阿旺是超屌的演技派的。如果啊，他这样子啊，眼睛耶，我只能填满那个袋子。OK， 所以刚刚也让阿旺带小那个鬼椒拉面，所以从他的反应，你们就可以知道这个鬼椒拉面的辣度真的不是开玩笑。阿旺是一个很能吃辣的人，他都吃到一个这样子的版本，真的是真的很辣辣。我是吃了第一口，然后我觉得辣，然后之后我再吃第二口的时候，我真的是觉得超级辣，真的是一直在那边跳。所以阿旺更不用讲哦，他是吃完整杯的那一个人哎，他真的是超屌的，超屌！你看现在完全没有事情，辣完了啊，恢复正常了啊，啊 ，Hello。你真的以为你吃完我不会放你进来咩？拿给你进来，给你进来，给你进来。喂。啊。OK， 所以今天影片又到这边结束啦。然后。这样跟你讲，一起啦。阿旺，阿旺还需要在外面待几个小时啊！真的是。来，旺哥一起做 ending 好不好？旺。这边有 ending 做表演。我们下集。配合一下，我们下集见。